今日嘅醫師個股推介就係友邦保險1299啦。咁經濟日報嘅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就係友邦上半年新業務價值增長強勁，咁盈利同埋派息穩步向上，推動股價跑贏大市，咁係屬於穩健之選。友邦半年盈利增長超過47%，咁去到32.5亿美元啦，好過預期。每股中期息咧就派港幣3.8毫，增加8.6%嘅。根據彭博綜合預測咧，友邦今年度嘅盈利預料會達到67.9亿美元。增長是17.4%嘅，意味著下半年個盈利水平咧係繼續保持呢個復甦態勢啊。咁就走勢上啦，友邦作為恆指重磅藍籌啦，短線股價難免跟隨大市波動嘅。咁短期咧就預料喺100元嘅關口會有阻力啦。咁但係業務向好支撐之下啦，中長線將會回復強勢，咁有望咧再挑戰年初高位大約109元啦。咁建議咧係94元留下吸納，上望109元跌穿87元就減持嘅。